收来！哇，吃一个大波浪！哦，太热了，哦。那个老铁，能不能给我一个双击？呜、哦！太热了啊！双击鼓励一下，徒手抓一个。哦，太烫了！哎呀，哎呀，我操！你这个 太难吃了，这个。满身都是刺，你长得，你能带得起谁呀？海螺，哎呀，来老李，给你吃。哎呀，这个干，不要吃掉啊，其他都可以吃。嗯，下个视频再吃的，满身都是刺。太难了，就剩两条腿了。我老公说了啊，如果这个视频没有1000个双击，就不给我买帝王蟹了。能不能吃帝王蟹，就看你们给不给双击了。给一个吧，面吃完了，吃一个小波龙，我亲妈呗，哇，带黄的，太热了，孩子。不吃，那我给奶奶吃了，给奶奶吃啊。行，来，妈你吃。哇，还有一块黄，我来走了。哇，太香了。不上热门都没有大鸡排吃了，老公只给我吃一个小鸡排。熟了，来个大叶子螺，大不大老铁，手撕一个啊，这么难吗？这不咱俩双击不够啊，双击越多这玩意儿你不会抠啊。朋友们，夜幕已经降临了，该收拾回家吃晚饭了。你看这一大锅满满的海鲜啊，你看看鲍鱼，一个月的生活费买了大龙虾，啪一下，今天晚上盘的，给大家开个龙头啊。
看一下。我操！一个月的生活费啊，一定要弄一弄。太美味了啊！老铁们一定要给我个双击啊！给个爱心也可以，给就给一个吧。来三个小爆头，然后能不能一口吞？看到此视频的哥哥姐姐啊，如果你是站着的啊，请给我来个双击；如果你是坐着的，给我来个关注；要是倒挂的话啊，就不用了啊。哇塞，看能不能吞得下啊！一个，两个。这么大的龙虾好久没磕它了，哎呦去，完了，舌里边了。这是我斥巨资买了两个大鲍鱼啊，有没有食欲？做的蒜蓉口味的啊，哇，这个是鲍鱼的内脏，这个不好吃，把它给抠掉啊。今天把拍拍星请来了啊，不知道海绵宝宝在哪里。我去，这是这个黄啊，不是爸爸。那啥，给个双击啊。给就给一个吧，全是黄。太香了，哇塞，哎，全是黄。喜欢的给个双击啊。